Wake up！今天任务是搬圣诞树。欢乐的十二月到来，英国家家户户都开始有圣诞装饰布置了，所以呢，我们这次也要来布置自己的圣诞树。今天最特别是我们要来自己搬树，而且是 pick your own Christmas tree。我们直接来到 Christmas tree farm， 我们要先自己选树，然后自己砍树，再自己搬回家。Let's go！今天一样有我们的 Jessica 要带我们去农场了。我们要前往位于北伦敦的 Harrods Park Farm。耶，秀秀，出发。大约45分钟车程，看到招牌啦。Okay, so left and right. Yep. So just swing right. Okay. Lovely. Thanks. You have arrived. 我们抵达。Oh my god. Oh. 哇！现在7度，好冷哦。他们搬完圣诞树了。走。看大家的战利品。大棵小棵的圣诞树，我们也赶快去 pick your own Christmas tree。昨天谁还说要去超市搬树而已啊？我昨天跟他说我们要去搬圣诞树，然后他以为只是去超市。我们可是真真实实又来体验去农场搬树，还要搭乘这台拖拉机呢。你看他们刚回来，我们要上去了。这已经超市有趣多了，谢谢。好开心，好开心。我们现在大概坐5分钟的车程，然后前往那个 farm。这边也是一个马场，可以在这边骑马。他们傍晚要回城了，抵达。我说挑自己的圣诞树，就是为了它的香味而来。走吧，走吧，来去挑选我们自己的圣诞树。超大的圣诞树农场，直接给你们看空拍画面。那我们准备开始吧。You're gonna take your ages. Just persevere. Be patient. Sure. You'll get it done. Thank you. Make sure you enjoy yourself. Okay, we will. Thank you. No worries. 走，他给我们了一个句子，给我们一个句子，然后他说我们几个小时后见。我们知道距多久？来到圣诞树 farm 里面了，超多圣诞树了。好，我们现在先去找我们想要的圣诞树。然后我们的大小呢，我们的目标是大概比我们的人矮一点，不要太大，因为我们要开车载回去，我们车子要放得下的大小。这都太大了，这几棵太大。我们来看看吧。这棵，对啊，小小的。这棵比较肥，可是比较肥就比较难啊。好可爱的一个 farm 哎，里面超多圣诞树，超可爱。我们刚刚一直在拍照，然后就被说赶快去砍树。好啦，我们来专心找树吧。我是比较想要深绿色的，像这个太比较浅。对，我喜欢深绿色，还是光线的问题。这棵好大棵，我去比赛。这个要符合我们的高度大小，但是对，好小一棵哦。这个是不是有点小啊？没关系，还有一堆树可以给我们挑。我想找到我喜欢的树了。真的吗？你可以站在这里，刚刚好，差不多比我高一点点。对，而且它很茂密，而且是我喜欢的绿色。对，对不对？我们还是多看一些，比较一下。超多的，后面一整片。刚刚那棵真好看。那个，我觉得这个大小超好看。嗯，我身高差不多高，所以我就可以把头剪掉。对，到时候就索性就把头剪掉，然后就跟我差不多。可以哦，它这个大小我们刚刚好。对，我觉得这棵不错，而且这个占地不会太大，下面没有太多。耶、yeah, ，这是它的吗？嗯，我觉得可以，就可以吗？要来锯了吗？好，所以我们现在在看着这棵树，感觉它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了，可吗？大家一致同意？同意。好，那要怎么砍？要砍很久，我跟你讲。真假？哟、啊！出力出力！哇！
我来。对，换手继续砍。哇，是 big one！ 呀，他们帮完了。秋秋在砍我们的圣诞树，很小一颗。看起来很好砍，但是其实它整个刀子嘛都不利了。好，一半了，一半了，继续加油。昌奇的 idea 换昌奇。我拿车诺，哎，我觉得好像快到另外一边了。那这是昌奇，我来，小心哦。是不是可以这把用倒啊？我觉得有可以。可以这把用倒，不行，我要砍掉。噔噔噔噔。其实砍蛮快的，不会很难砍。对啊，没有很难砍。它大概这个大小，不会很粗。对，耶！我们的圣诞树，我们等一下把它抱回家。不要，你不要，你不要抱回家就把它折断了。应该是还好吧？它这个是 non drop trees 吗？ non drop trees， drop off， drop off。它的这个树叶比较不太会掉。droppable trees。耶 ！We are。好，怎么？我们要帮圣诞树拿回去包装了。他等一下会先去用套子套起来的，然后就再搬上车。哟，刚刚地上有那个根吗？都是被人家砍完的。扛树，扛树！我们的圣诞树好可爱。我们回来了，先要帮圣诞树包装。You live around here?No, Cambridge. Oh, right. Yeah, then. You drive here? Yeah, I drove here, yeah. You studying there? No, I'm graduating. Oh, okay. Yeah, I'm working. Nice, nice. Ooh. You ready? Okay, yeah. Woohoo! Wow! Do you want to go through it? No! No, thanks. You should, though.Really? Then you want to carry me back? That'd be funny. Yeah. I think you should. You should. I got a camera. 结果。Oh, rabbit! Oh, mate!然后我也变成一棵圣诞树了，昌奇。Blending in。我也是圣诞树。好啦，我要出来了啦。我们的圣诞树在这里，我们要把它搬回去了。然后我也还在圣诞树里面。我们回来了，把圣诞树搬下去吧。我好出来。走吧走吧，我们等一下的话就是先把它搬回家，然后明天再来装饰吗？嗯，我们要去买装饰。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感觉？有。把圣诞树装到车子里了，大功告成，回家啦。途中来吃个牛排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剑桥，先来逛一个 Winter Fair。是圣诞节才有的一个市集，今天才有的市集。晚上了，我们要来超市买装饰圣诞树的装饰品。好美哦！
要自己组装。你看，有人搬树出来了。这边是商场的圣诞树，可以直接这样搬回家。这些都已经砍好了。现在要来挑 Christmas stand， 让圣诞树站的底座。只是我们人没有很粗，我很怕这个不稳定。我觉得那个比较稳，因为我们的很细。好了，我们现在买圣诞树的装饰，然后灯饰，还有圣诞树的基座。它还带这个电池，然后我们明天要来装饰我们圣诞树了。到家了，我们把树搬上去楼上了。我们今天这样一整天哎。对。现在晚上六点多。对。从早上十一点出门，十点出门，到现在搬树回家了。哇，它太惨了啦！回家喽。今天先这样，然后我们明天的话会有一群人来我们家，然后在一起装饰，明天见。结果呢，现在晚上十点钟，有人迫不及待要先拆圣诞树了，所以我们就来组装吧。帮他脱衣服了。他穿了一整天，他穿了一整天。你有经验啊。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塞的圣诞树，现在要把它架在这个底座上面。哦，我要过来，我们一起放进来里面。你对一下，我看一下。好了，这样有定住吗？你觉得有吗？你放开。这样没有直哎，是歪的。耶！完了。感觉如何？我们今天忙了一整天。哎，你不知道帮他取名字，帮他取个名字。好漂亮哦！叫 Chris。Chris， 可以。我们的第一个 Christmas tree。Hello Chris。Hello Chris。Have a good sleep, Chris. Yeah, see you tomorrow. We'll decorate you. 他就是我们的圣诞树 Chris。亲自从农场搬回家，明天再继续装饰吧。Chris 来了。Chris， say hello to Chris。Hello Chris。Hello Chris。早安，我们昨天把 Chris 搬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装扮他，这是我们昨天买的装饰品。然后等一下 Jessica 有十几位朋友会一起来打扮 Chris， 就等他们来吧。Hello. It's right in the middle. Meet Chris. We named it. Yeah, we named it. It's a Christmas tree. 大家也带了一些装饰品来，当然还有少不了的食物。Hello. Thank you. Hello. 朋友陆续来了之后，先来打个电动。Oh wait, because you didn't.Really? Like the tallest? Yeah. Yeah. 再来魔术大空间。This is like a caterpillar. Caterpillar. Yeah, yeah, yeah. Hello. 他们带了一副全新的麻将，这才是今天的重头戏。哦，你家方便。好啦，我们要来布置 Chris 了。我们在装这个他的圣诞节装，是要自己把它绑起来。穿衣服。大家一起放上装饰品。最后放上星星，就完成啦！我们的 Chris。再派出空拍机，让我们大家跟 Chris 合影。Video going down. So much for the day. Thank you very much.
好温馨的圣诞节，再来就打打麻将。看 Chris 最后一眼之后，我们要回去了。Bye guys, bye, see you. 回到伦敦，结束这次搬圣诞树的行程。这是第一次体验搬真的圣诞树，从无到有，全部自己来，真的超酷、超有趣的。然后布置完之后，家里也整个温馨起来。那你们也赶快去搬你们的圣诞树吧。This is life. Bye bye.圣诞树，反正今天看，然后再包回去啦。